换了小球啊，俩。换点需求一下。 好嘛，主要是没有碳了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电着发发吧，出不来。 研究完成，射线要精炼上。 过滤器，好，又增加运输速度了。 就有它了，还有量子芯片。 芯片都算出来了，然后我们的大方机。
第一艘出发了，回去。回家啊。回家，看下采矿这块。采矿。先说这边是啥？好，到这儿，漂亮，这回漂亮了啊！这个矿机怎么的也得时时运呀，矿机。拿去了，发矿机，至少60吧。一组是多少？抓紧时间慢慢凑吧，那有18个了。好，矿机，19、20、27个。这样，看看我们的小飞机，44个。七台采集箱，七台采集的东西，材料不足。差他了，他又差的太近。
真有啊。少50台，最多50台。这都存的满满的了。凑齐了1分钟6个。是这条线路反了呀，怪不得放风吧。我准备那啥来着，这里几台了？5台。
分钟1.4个。后可以用一条自导团。这个星上的区域啊，所有都能猜一猜。其他的矿都猜一猜。出去了，先放矿机再说。
十。同。电的问题了，这是之前。谢谢广大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